Kom. Hallå, ja.晨晨，早上好。早上好。我站着好，你坐好。站，你站着，我坐了。你坐着，坐着，坐着，坐着。欢迎你加入我们奔跑吧大家庭，欢迎欢迎。紧张吗？紧张，其实这个由于过于的紧张，导致了昨天一晚上有点没休息好，但是还是给自己打了一个满分的鸡血。今天专门跑来这里给你发布你今天早上的任务，因为你是我们这一季的新成员，而且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是因为你是我们目前为止兄弟团的所有成员当中唯一一位00后的成员。哎呦呦！而这一季因为你的加入和雨琦的回归，把我们兄弟团的平均年龄降低了4岁。哇塞！那只能说这个很荣幸，那个成为这个最小的一员。对。在我们这一季的一开始，有一个敲门砖的任务需要你来完成。OK， 稍后你要依次去跟我们的兄弟团成员见面，把我们今天录制的一些注意事项交给他们。OK， 他没有拿到这个注意事项，可能会影响他今天的录制，所以这个任务很重要。很重要。对，行，就是注意事项就在这个我们 MC 这个台子上，你可以看一下啊。Okay. 这个。我这次得读一下吗？今天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的跑步的鞋子。二，准备好一些小零食，今天不一定能按时吃饭。三，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不要迟到。OK。同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陪伴了我们10年的 MC， 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全新的蓝莓口味的酸奶，见到成员的时候送给他们一瓶，让他们品尝。好，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成员都住在8楼跟22楼，然后他们每一位成员的门上都贴了一张照片，是有两个人合成的一张照片，然后你要猜出这两个人是谁，你才能进入这个房间。合成的照片，对，就有可能是 baby 姐的嘴，但是是那个晨哥的脸，对。然后这些人当中有我们兄弟团的成员，也有一些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些好朋友，还有就是这11季加起来，对，就是来过的一些人，不是全部啊。除了兄弟团成员的门上面贴有照片，我们还有一些房间门上也贴有照片。那这些房间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如果你进去的话，如果有工作人员，你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OK， 我们先去22楼。OK。这聪明才智肯定一下就给他们都逮出来了。如果我能知道这个是谁的五官，但是我叫不出来他名字怎么办？这儿有3张卡，这就说明这22楼只有3个人在这儿。 OK，这个动作莫名的熟悉，这个发型也莫名的熟悉，这个如果没猜错应该是晨哥的脸跟荣浩哥的身子。你确定吗？是一下被我猜中了一下。你可以自己撕下来看一下。那我先撕下来看。你看一下正确答案，先看看这今天这开不开门红。上来就把哥哥门给找着了，来吧，你刷卡吧，直接，哦，就直接刷 ，OK。哥，有人吗？这个号码，看来是工作人员的屋，应该已经去工作了。内衣内务甚至都非常的。确实是生活，这个还给特写，这看来也，其实好猜的不一定是准确的，啊，这里面应该这是万能的卡是吧？
这个也感觉有点好猜，是不是我太厉害了？我感觉这个是不会得罪人，应该是白鹿跟紫棋的合体。我看看，感觉你每次都是被我一脸猜中的表情。正确。这个我还是先敲敲门吧。雷猴啊，我进来啦。雷猴啊 ，Hello， 有人吗？说实话，这个没人吗？这个、看起来也挺像咱们那个制片。看出来了，是裁判，对，导演组的一个房间。好的，这都猜出来了，就是没人儿。裁判老师，这块肯定就有人了。哦，这块肯定就不一样了，因为这。这应该是魏大勋的身材，但这个五官呢，我想猜是山哥，乔山，是吗？这就是瘦了的山哥吗？这个动作就非常的魏大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发型的原因。看看，但这舞肯定是确认了啊，确认啊，确认了吧？好，那你看一下吧。很厉害，拿捏了。这魏大勋老摆这动作，他就万年不变的炮。山哥，你看我还是弟，还是了解你。我敲敲门。雷猴啊，我进来啦。你还可以直接刷我。Hello 呀！哎呀呀呀呀！等会儿。Hello 啊！好久不见。你要干嘛？哎呀，好久不见。咋了？今天是我不是刚加入吗？我这发布任务来了。不要搞得我们俩很陌生一样。发布任务快！今天一是给你带新品，二是给你看着任务。你要是11点没有一个舒适的跑鞋，你难受一天。说是，好。那新品蓝莓味的，你喝一口啊。给你一个红包。这是给我的。对呀。首先，老师还是。霍奇，那他是不是得跟我一块儿去下一个屋了？什么意思？没太懂啊。不用，不是，就让我主要是给你发布这个新品，告诉我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对，注意事项。为什么从10点改成了11点？什么原因？有人迟到了。谁呀、啊？肯定咱们中间。我最早起了。你是第一个敲门的，所以改的时间肯定是你、啊。我都一夜没睡。他真的迟到了。你看你的门上挂的是魏大勋跟乔杉的合体，说明姚 PD 在你心目中的定位是山哥跟魏大勋。刚说的话，姚 PD 在我心中的地位。不对，你在姚 PD。你还没睡醒吧你？紧张了。为什么我门口会贴这个照片、啊？不得把你们认出来，我都认了好几个。你通过这张照片认出我啊？啊、oh. ，我们是朋友一家，拜拜。你不感谢一下，给你了红包都开工大吉。对啊，就是啊，阔气。谢谢周深老师，拜拜，范丞丞老师再见，嗨，一会儿见，拜拜，等会儿见，先生，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问，你可以通过这张照片猜出对方是谁吗？我刚才已经猜了三个人了，全猜中了。但这个说实话，有点像聂远老师身子，但这个五官，这什么意思？首先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先生，你快帮帮我！我猜应该是聂远老师跟荣浩，还有点像李浩老师。里面的人怎么在敲门啊？这个里面的脾气有点大，应该是那，我就猜聂远老师跟，这应该不是沙哥的
官吧？五官不是，脾气有点像。应该就是聂远哥跟这个龙浩哥的时候，我猜啊。哦，我要先猜准门口的呀。对了，还行。那里面是谁呢？里面就得挑了。雷猴啊！哎，我把音量开到最大。我们都猜里面是沙哥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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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这是那个新品。哎，安慕希长白山蓝莓。啊，这是新品，品尝一下。好的，好的。这什么？你在姚PD心目中的样子。为什么？没有，没有，他胡说的。他胡说的，我以为是李白呢。这红包是给我的吧？是，欢迎你加入团的。谢谢谢谢谢谢。欢迎。你这里面塞了，哇塞！这白鹿老师还是比周深老师要……真假的？不一样吗？你这比他多了好几个一块。行，谢谢啊，我去下一步了。好，拜拜。哎哦，对对对。忘了重要的事了，这个我还这个是主要的，就那个注意事项。好的好的。穿一双舒适的跑鞋，你这双鞋是舒适吗？还行吧，凑合。OK， 那那这个11点，请你准时到达那个大堂。咋的，想撕名牌了？没有没有，刚才准备一下。好好好，拜拜，一会儿见，拜拜，一会儿见，拜拜，拜拜。是啊。感动了，过年都没红包，现在上跑男收了俩红包。不过我这认人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我发现这个门我就不开了，因为它一定是一个工作人员的屋。这个是周深的脸蛋跟杨迪的身材，完美。这个也好认，米奇的身子，小童的脸，就对。姚PD现在脸都已经通红了，所有题都被我猜中了。这个这个好猜，这是应该是山哥的身子，汪苏泷的这个脸，确定吗？这不是吗？这么浓的妆，这应该是龙龙吧？你看看，龙龙，哎，龙龙啊，以后啊，那个照片咱换一换，选一个那妆淡一点的那个啊。龙龙也被我一下子轻松识破。OK。这也不好猜了吧？冰冰，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我甚至有点不想揭开这个答案，因为这个是我的五官，这说明。蛋总的身材不是一般人能够匹配上，肯定这就是我跟蛋总的。你瞅瞅，我这妆也确实挺好。行，照片也太违和了吧？这个我跟前面那些都没有这么违和，这个也太违和了。那你来看看这个屋里是谁啊 ？Hello， 有人吗？来了。联合赌博平台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 Z 世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所有题都被我猜中了，这也不好猜了吧？冰冰。
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我甚至有点不想揭开这个答案，因为这个是我的无关，可能这就是我跟蛋总的呗，也太违和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屋里是谁啊。 Hello， 有人吗？来了。Hello， Hello， 各行各业。哎，我看你拿了好像新品，新品是不是？是的。然后还有红包，还有任务。红包是给我的，那是给你的。哦，这是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内容，今天的任务和跑步的鞋子。哦，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不要迟到。这本来是10，改成了11，是谁迟到了？有些人磨叽，不能说。你不让我说。哦，哥，你看这张照片，你能认出来这是谁跟谁吗？我能认出这怎么有点像李诞呢？和谁吗？和谁？李诞和你合体了吧？看了，哥，这应该是，确实是我的五官违和吗？违和，这了不起吗？这是？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哥，不是我的意思说，这不是真的我。这是蛋哥蛋总的脸型和了你的我的五官，我不长这样，哥。我知道，但你不是因为一部戏增肥了吗？是，但也没胖成这样，差不多。行，我也有红包。行，又收红包了，我这是红包。过年没收红包，我这上跑男收仨了。什么？给他们看看哥哥有多阔气啊！哎哎，还能现场打开的吗？那当然了，我们前面。周深给了，8000多，那个白鹿给了1万，然后8000多1万，哥哥给了，哦，还都是哥哥呀，谢谢哥啊，不是，过去，微信转，有，在这儿，我是你们还真开啊，你们现场开，这他们也都5块10块的，真假的，真的。都躲，他们都躲呀！哥哥吓一跳，哥哥以为真有，真那么多。不是我这是这，不你听我的，我跟你开个玩笑，是其实是188。哦，对，不可能给少的，我怎么可能比他们少呢？你看我这新品都拿了，那我不客气，对不对？来，任务继续颁发吧，感谢新品，欢迎加入。那哥，你帮我认认这是谁呗？这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周深，加。可是这个五官是，这应该是周深加上谁呀？白宇？不是，不是吗？这个有难度。是苏醒吗？周深加苏醒。醒装吗？周深加苏醒。对吗？确定吗？我忘记了，你知道啊？猜错了，哥，但今天就出不来了。那咱走吧，省一天通告费。这我就听哥的，我就猜好苏醒哥了，是苏醒吗？真是啊！嗨，这怕重来一下，要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吧，我再猜一下。有没有这么假的？是吧？啊，那我们就猜这肯定是张明跟深呗，是吧？是，咱接到单了，那没事。第一天新成员可以放你一马。OK。对，要不然这成员见不着，这对我有怨恨，这还得录好几季啊。来，开门吧。哎呀，什么鬼？雨琦，不是什么呀？雨琦，不是什么呀？姚逼逼不想让我见到你。你这个不让我出来，住对门啊？我住你对门。我说早上有一个男明星大早上起来出去化妆，我说你真绝。没有，我是去跑步的。可早了。姚逼逼不让我见你，他给我出了一男明星。这什么意思？我没理解。你往外站着，你能看出来这个是谁跟谁拼凑的这个？这个啊，是我们团里面的是吗？这肯定是周深啊。对，然后另一个人是谁？周深，跟你。好嘛，行了，你回去吧。好了，事儿你也知道了，等会儿新品。什么东西啊？这谁啊？
是你行啊，我们又得罪一个人。你们的啊，新品是一个新品，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是给要给你看看这个，嗯，今天要跑步，换上这个好的鞋子啊，不一定能吃上饭。然后11点准时到大堂，不能迟到。11点 ，OK。OK， 行吧。那我红包呢？啊，红包，等一下。还有比我更夸张的？我好歹还有8块。不是，不是一块一块，你想私吞？没有。你这我看看有几块啊？嗯，哥，我没打开过。哥刚才那给了我。10000多，白鹿给了我8000，真有钱。深深，深，我看你这样，就开巡演了，一分没有，空吗？空的。你来晚了，刚刚凯哥都来过了。哦，真的是空红包，我觉得我已经算很大气了。你给了多少钱？1块。8块。真有钱。得了吧，你这第一次来，我给你2块。炸！哦。怎么都揣兜里？没问题吧？咱俩这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对。给你凑个整，你现在多少啊？正好差你那100就凑到。差你100。安慕希确实不止这100多呢。是是是。20吧。行，20，那那100多你留着干嘛呢？22。行，22就22。100留着我万一。万一今天有个什么任务？对，万一有什么任务，拍小片儿呢，早上起来。今天我就是那个大富翁，都得找我。行，那我下楼了，我还有好多人没见着呢。还没见啊？好，一会儿大堂见。好，大堂见。大堂见。去了，拜拜。拜拜。等会儿见雨琦。好的。等会儿见陈哥。一会儿见啊。好嘞。一会儿见。嘿。还剩3个人，让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吧。这镜头现在都玩得这么近吗？OK， 掌握球一球。呀、yeah ，这个不好猜呀、啊。这不会是这张照片？感觉有点，这应该是沙溢哥的身份，但是感觉这就是沙溢哥本人的照片放在上面。不就是沙溢哥吗？像不像沙溢哥跟腾哥？是沙溢哥跟腾哥吗？我就赌一把，感觉就应该是沙溢哥。你瞅瞅，但是说实话，这张照片啊，跟沙溢哥真的很像。你们也是挑那张沙溢哥最瘦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啊，沙哥。这、哦、那这肯定不是沙哥本人的人物。你好啊，哎呀，贝蒂姐 ，Hello， 欢迎光临，还有这个，欢迎光临，请进。我就不进了，我还得发那个好多东西呢，我这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哇，谢谢，好哥的安慕希长白山蓝莓。新品，对，然后呢？这个照片呢，是你在姚 PD 心中的这个样子。姚 PD。然后这个是一个今天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哦，不能按时吃饭，11点准时到达大堂。好的，谢谢。哎，这个是你得给我的，有吗？你要不给我一个吧？我给你一个，行，我给你一个那个这个吧。这个是最少的，这都是大家给你的吗？这是都是大家给我的。那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我也去拿个给你吧。你等我一下哦。没想到这个是 baby 姐。开工快乐！谢谢。咱们也还是 baby 姐阔气。这其他小伙伴真是太抠搜了，跟 baby 姐给的这好几张，那必须的，安慕希最阔气。行。
谢谢 baby 姐，我去下一个了啊。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嗯。兄弟们，你瞅瞅，什么节目还非发红包啊？这个，说实话，这个也太违和了，但这一猜就能猜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娱乐圈当红的客服，大大老师，大大老师配上凯哥的脸。哎，这张照片实在是莫名说不上哪儿，有点惊悚的感觉，你看，这不违和吗？我放放这，甚至这张照片放在这儿，这个、辟邪有点儿，这个感觉，沙溢哥跟杨洋哥。是吧，感觉像是鲨鱼哥跟杨洋哥。我进来喽。你好。Hello。 这是没想到吧？有点意外。那你这屋是有什么呀？喜临门床垫子。对，这是商务的。哦，商务的。行，那我先不打扰你工作，我去下一个屋了啊。好嘞。你好啊，我进来了。哎呀，哎呦，姐 ，Hello。Hello。你们在干嘛呢？哇塞，你们这个是？阿木西，这是我们广告组的小伙伴的房间。我们在给阿木西做那个植入的准备。嚯，今天这都是新品啊！好，这好，那就一会儿拎一箱回去。可以。好，现在就给你一箱。现在就给你一箱。因为我刚才去每一个屋，他们都给我一红包，我一来你这儿，空手走不了。啊。我先去下一个。好的。好嘞，等我见。拜拜。下一个，下一个屋嘞。这是应该是朗朗哥跟我吧。这个发型是我感觉很难，现在再有人能复刻这个发型，感觉现在是只有朗朗哥在做这种发型。对，让我来看看啊。咦，怎么还有两个屋？这个衣服，这个头型一看就是坤坤的，但是这个五官是……这个身体肯定是……等会儿，别着急，我就那个没猜对，不能进你屋。玩啥呢？哎，搁在这儿。能不能快点？我马上就救你出来。哥，你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五官是谁？不是你吗？这怎么？你对太……这不是你啊？这不是我哥。辉儿，是这个身体是辉儿的啊，脸是谁的？是脸是。不是你啊？不是我。那我不知道。你再想想。那我先把你救出来。没事，你再想想，快来。你这个应该好救，这应该是玲姐的身子。贾玲。但是脸是。你再看看，多漂亮。你的。就是你的。弟啊，就你这智商，你怎么以后再跑男混呢？这都几点了，你想想，跑男谁最美，对不对？谁最漂亮？哦，是不是？baby姐跟玲姐是吧？哎呀，行了。
行了，把你救出来了，是吧？猜对了，猜对了。那意思是我要给你红包是吗？对的。啊，而且不是我先给你这个。这个是新品，新款的按摩机。新款的按摩机。哇，好棒啊！对，然后咱们今天有一个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跑步的鞋子。是不是吗？你看我不来你就忘了，还得我来。我跑步跟鞋子没关系。什么鞋我都能跑。哦，十一点的大堂集合，不要迟到。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提醒我。好，那开工红包送给你。谢谢哥。我哎。我一定要送的。是啊，要不这每个人都送，你看你不送嫌你真小气。不是，我觉得吧，今天可能有备无患，咱要不要备着点？我给你先替你收着。哎，什么意思？你就存着，然后长利息。存着，晚上我再给你。哦，行，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万一你路上要是丢了又怎么，对吧？行 ，OK。有个后备，经验都是经验，对吧？这跟游戏没关系，不一定。那行，那我就可以下去了啊。行，你可以，可以了。不是，这个确实有点难到我了。啊，我知道了，雨琦跟坤坤。其实公司不会告我。OK， 那我再猜猜啊，这个是应该是大林跟坤坤吧？你们把那大林的眼睛 P 的是不是有点过了？大林，这照片是大林也没这眼。大哥，哥，你能出来了，哥，哥，哥。你又哥，哎呀，怎么的呀，大哥，怎么了？到我的花园来了，这么板正，怎么了？快，哥，这个是一个今天的注意事项，今天会有跑步的内容，请换上适合，应该都换好了。请备好一些小零食，今天不一定能按时吃饭啊！行，但11点必须得到达大堂，是不是晚了？是不是晚了？你是不是跟我在这拖呢？拖时间呢？哥，你晚了就是得收牌了。行，你的红包不给了。哎，哥，咋的？都给了你，都给了啊！行，我给你拿去啊。最大红包呀。那还说啥呀？那哥，我看看里面。打开，拿着啊。那开工，今年新年第一天。夏哥刚在门外拍的一张照片，洗出来写签的名送给我了。夏哥有心了。真贵不？贵，一般人真不给。哥，那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哎，这都掉脸了，都是哥这。谢谢沙哥，瘦了，减肥了这两天。欢迎啊，好，欢迎来到我们跑男啊，好好整，好，一会儿见哥，一会儿见沙哥，好，呀，生意收集完了。程程，早上你的超门砖任务就完成了。OK， 啊，你也成功的跟我们所有成员都见面了。嗯，也收到了成员们的祝福，再次欢迎你加入我们跑男大家庭。谢谢。那期待今天的精彩表现。好的，好吧，那我们等会儿见。等会儿见。好久不见，嗨，
帅哥，哎，加入了你的团队，假发骗团队，你是团长啊！一帅哥，假发骗卡在嗓子眼，卡在嗓子眼。我的假发片卡在嗓子眼，我跟你说，就这一句话，现在所有的孩子看着我说：“你的假发片真的卡在嗓子眼了。”真的，绝了！我跟你们讲，你比我强点，我去哪儿人家对着我吁，什么？反正我吁吹口哨。这吁是哪啥时候的事来着？在新疆啊，最后一期。我不会吹口哨，怎么办？吹气球也不会，吹口哨也不会，吹牛。我不会吹口哨。各位成员早上好，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全新一季奔跑吧的第一项任务地点。程程作为我们这季的新成员，早上的时候大家都为他准备了开工红包，我们节目组也为其他成员准备了一个开工红包。真的？现在请大家随机抽取一份。有这么多红包啊！来来，你们先选，你们先选。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怎么只有十块啊？十块钱？我实不相瞒，我都没见过这个十块。这是新版的吧？这是不是有点太抠了？贝贝姐是空。哎，你中奖了。这是身份。我这是什么？你抽到了啥？对，这是沙哥签名照两张。我这是干嘛？你是有身份。恭喜贝贝抽到了幸运二标，你可以获得我手上的这个大红包。假的？真的是惊喜吗？我很厚啊，沙哥的签名照啊。这个幸运红包里是418元，之所以是418，是因为由浙江广电集团 ZMG 打造的视听 APP Z 世界将于4月18日隆重上线。谢谢浙江广电，谢谢浙江广电。在 Z 世界上可以看到更多奔跑吧精彩的台前幕后内容。这个10块钱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10元的红包也有特殊的含义。因为今年是安慕希品牌成立10周年，也是和奔跑吧合作的第10季，所以非常有意义。唤醒美味，让我们一起安慕希。这个时候要谢谢安慕希，谢谢安慕希。拿到1块钱的是不是直接下车跑去？你是1块钱吗？你的红包呢？刚才我放那边了。程程应该是第一次来，应该1块钱的。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红包。哎，等会儿，这每个就是我说你，为什么魏丽姐一直问我呢？等会儿，我就说怎么一直问我。晨晨，你怎么拿这么多红包在干什么？是晨晨呢，他忘拿了。然后你就帮他拿着，随时捡漏。我现在兜里仅剩的存款只剩下沙哥的2张签名照了。大家都领到了开工红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将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的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启第11季奔跑吧的美好奇幻之旅。前面是2个大哥，是跑男的吗？哥，这么不走一块儿吗？你是另外一个节目的。他们是保安，安保。真是个遗址，有点像那个兵马俑。哇，你瞧瞧，你瞧瞧。哇塞，真挺像的哎。Hello， 你好，你好。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对。那么首先呢，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沙。相信大家一走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背后呢是金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发掘现场。金沙呢
呢，它是商周时期的一处古蜀遗址，距离我们今天是3200多年的时间。在这里呢，出土了众多的祭祀品。那么其中在里边还蕴含着很多今天大家需要的神秘线索。那接下来呢，各位成员就跟我一起开始吧。神秘线索，这些数字就不得记呀、啊、又。不会吧，不会吧，线索抵不住，抵不住。线索。好，这边来。哦，这是挖出象牙来了。对。这个就是我们金沙的象牙，因为金沙的文物呢，最先公布于众的就是我们的象牙。3000多年的历史。3200多年前。哪儿呢？牙在哪？只有图了，牙没了，牙。当然现在看不到，因为我们的象牙接触空气之后呢，其实它不是那么方便保存，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象牙我们都做了重新回填的一个处理。这个图片的位置底下差不多是回填了8层左右。嗯，对。那我想知道这个，你们把它挖出来，又把它给放回去了。那我看的是图片呀，有图片，有 VCR。对，你也想。这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象牙？象牙其实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用来祭祀的一个东西。成都还没有修建都江堰，生态环境整体来讲比较频繁地发生洪涝灾害，所以他们认为象牙可以起到一个赈灾辟邪的效果，往水里投掷。那么其实我们说到河流呢，转过身大家看一下，在城南的背后，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另一边的大象的那一边。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乌木。乌木，阴沉木。因为早期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地震啊、泥石流这样的生态情况，所以有些树在当时被冲到河底，被淤泥包裹了之后，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时间，它就慢慢碳化了。所以我们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发现乌木，实际上就是有河流存在的证明。3200年前，这个是咱们金沙的一条河道。哇，对，这里就是一个河道。对，自西向东，然后象牙就在这个地方来进行祭祀的活动。然后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线呢，大家着重观察一下我们的左手边。左手边，对，原图的话我们都是出土了大量的祭祀品，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象牙之外呢，还发现了有黄金、玉器、青铜器，包括还有石器和陶器等。对，大家可以往前走，都有的，我们沿途都来欣赏一下。哇，金冠，金冠带，带头上的金冠。陈哥说对了，这个是带头上的一个冠饰。金面具啊，这个是我们金沙出土的金面具。这旁边是啥呀？鹿角獠牙，一直感觉被内涵。我问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原件。真厉害！你看到那个，就是说现在一。随着历史这个土层越来越高，你看，对，它是根据土壤里边的碳原子的数量我们来测定的，按阿拉伯数字来区分，数字越小的话距离我们的时间就越近，数字越大时间越远，所以发掘到最底下的那一层大家可以看到是商代晚期。这底下你们有的还没挖呢是吧？对。哇，什么时候挖呀？我们也很希望。等你来挖。我们也希望发掘。好普通，真厉害。好了，现在要开始回答问题了。哎，天哪，什么都没记住。快，人家嘉宾久等了，快快快。呀、嘉宾是都快睡着了吧？我记得有嘉宾的。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大家好。很开心再次见到大家。对。今天有什么特殊的，比如说我们第11季的录制是吧？对。然后呢，再一次的集结，然后我们安慕希的10周年，还有我们4月18的一个新平台的上线，所以今天这是喜上加喜。因为今天是我们奔跑吧第11季的奔跑的第一天，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成员范丞丞。以及我们在这一季回归的雨琦，这什么感觉都小小猫小狗这一堆，这都成猴子了，这怎么？我
旁边这个人反祖了。这不是在这个金沙博物馆就得感受一下这古人的感觉，是不是？好，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奔跑吧》第十一季的第一项任务。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讲解，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成都不仅是日新月异的时尚都市，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而我们这一季《奔跑吧美好奇幻旅程》就将从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古蜀文明发源地开始。今天和大家一起的还有我们四位新老朋友，四位，他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对成都的了解和实地探索，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确实，主要是程程速度太慢了。不是，沙哥拍那两张签名照有点拍的有点久了。陆哥，我背锅，我早上等一个多小时。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他就在你们身后的一号帘子里。欢迎。是自己开吗？对，自己先吗？还是我们帮着？电动的哦。这是啊？谁呀？你这藏的也藏起来了，你还藏起来了，你这。哎呀！好久不见。Hello。等多久了？反正我吃个早餐在这边。欢迎韩哥，欢迎。韩哥也是我们老朋友了，而且成都跟韩哥还是挺有渊源的。你跟凯哥共同出演的《前任攻略三》，就是很多景都是在成都取。还有四，刚拍完的四，全程也是在成都取景。那俩就没走是吧？差不多吧，就回去换件衣服就回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朋友，在你们身后的二号帘子里。你们俩是也拍了戏对吧？是，也在成都拍的。也是在成都拍的。哦，你们都没离开过成都是吧？是，从那个就等这一天开机了，来不用管机票是吧？全省。可以。电影的名字叫《人生路不熟》。什么时候上？4月28。没错。4月28号上。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吗？是吧？能帮助到吗？哥，我也不知道。能帮助到吗？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两位有一个共性，因为我们今天是速度的比拼，所以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快的人。是不是？好快啊！呼之欲出啊，他们可能很开心吧。好，让我们有请这两位非常快的朋友给我们见面。对，快乐男人。哦，我是非常快的朋友。在哪里啊？欢迎。咱俩慢点走吧，我觉得。哦，大庆。啊。哦，欢迎。这真的很快，非常快，真的。苏醒。Hello。这个梗应该是我自己说的，好不好？快男。欢迎苏醒，欢迎大庆，欢迎。大静，这过年过挺好啊，看也还行。你是也在成都训练是不是？还是啊，我们也有部新戏，我们叫快了。那苏醒这次在成都是也一直在成都吗？就巧合，可能是你来快了，也是下一期的要不然。喂，反正这个跑步这个事情啊，我是不服的啊，毕竟以前快男也没输过谁。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朋友，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金沙遗址是距今3200年前古蜀王国的都邑，是三星堆文明之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并称为古蜀文明的两次发展高峰。古蜀文明伟大而又神秘，我们今天就将在成都开启解密之旅，而这一趟行程将有一个神秘的文物指引大家。你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件文物。神秘的文物。
我的獠牙，獠牙，鹿角，獠牙，鹿角。这项任务会把大家分成三队，每个队伍就对应了身后的一个房间。哦，我说那么多座位呢。凯哥、白鹿、雨琦和韩庚，你们是第一组，对应一号房间。沙哥、baby、武大靖和苏醒，你们是对应的二号房间。二组，把两个最快的男人放我们组了。晨哥、静怡、程程和周深，你们是第三组。耶！今天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我给你换个皮裙儿，真的，我给你换个皮裙儿。一定是那个有氛围的那一组，对不对？刚才一进来以为走进了动物园呢。什么规则来分的组呢？这是逻辑？什么逻辑呢？是根据颜值还是身高还是根据心情？好，真随意。就喜欢你这么草率。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一场速度的追击比拼。有鸡吗？怎么回事？我就怕你来这句，刚才真的。速度的追击比拼。对，所以接下来这项任务很重要啊。稍后三队会进到你们身后的房间里完成一项小任务。房间里每个屏幕里面都有五条视频，你们自己选一条。一个人只能看一个。对，看完之后，大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觉得这些信息指向了哪一件文物。然后有了你们自己的一个判断之后，我们会统一让大家前往陈列馆里，在2000多件文物当中找到一件。别的组找的跟我们不一样吗？一样的，我们三组找的是同一个东西，最快找到的两组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道具。这项任务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今天大家竞赛的角色。来吧，来吧，请进。靠你了啊！靠你，你那么聪明。是，那我确实是。这是大靖哥。对。武大靖这个视频是有必要看吗？有必要。它是什么文物？可能是个鞋之类的文物。那我觉得我们四个肯定要看四条不一样的。对，那当然，一共有五条。那我就看，你看一二三四，好吧？一二三四。聪明吗？我现在对你改观了。他第一个是国防，第二是天气，第二个是天气，第三个是乌鸦喝水。然后运动呢是武大靖，第五个真不知道吗？第五个是个年轮，树的年轮，选一个。你有没有谁比较擅长国防的？没有，这。那我来吧，我看武大靖吧。我想看第五个，那我看二吧，我看。你选一下吧，沙哥你先选一个。我看那个第二个天气预报，我分析这个。好，那我看我自己吧。那我看第一个。那我选五了啊。各队都已经选择完毕，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播放你们选择的视频。徐丽萍的岗位是目前人类社会危险性最高的工作之一，而且仍无法完全以机械化操作取代，这就是火药雕刻师。尽管面对如此的危险，徐丽萍依然在追求对火药药面修整的最高精度。0.5毫米是固体燃料发动机药面允许的最大误差值，而徐丽萍雕刻的精度不超过0.2毫米，还没有两张 A4 纸厚，堪称完美。啊，没了！啥意思呀？火药雕刻。今天夜晚到明天白天晴，10到20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川内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又是如何。德阳8到20摄氏度晴，西昌10到25摄氏度晴转多云，广元9到21摄氏度晴，马尔康0下2到18摄氏度晴，乐山12到21摄氏度晴，宜宾12到21摄氏度多云转晴，康定0到16摄氏度晴。就没了。哎呀，怎么样？
这个说实话跟文物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是。让我们祝贺冠军选手，来自中国的武大靖。这是武大靖的第二届冬奥会。四年前在索契，在500米的赛道上，他没能摘金，留下了遗憾。平昌之旅坎坷不断，但重压之下，激励勇夫。昨晚他用两次刷新世界纪录，无人能敌的完美表现，向世界宣告，他就是500米赛道上的最强者。他赢在起点，笑到终点。那完事儿了。啊，没了。你看见你了吗？我看见了。哦，我就看见我自己了。圆形是自然界最常见的形状，圆上的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所以自古以来圆形有着循环、永恒或是无限的含义。一棵粗壮的大树如果从侧面切开，就能看到一圈圈的圆形，所以圆形也有生命永续的象征意义。啊，看到视频之后有了自己的思考，你们三组可以各自商讨一下。圆的。哎，圆的。圆的，为什么？我这视频它就是说是圆形，一直说是圆形，对，一直在说圆这个东西。那我那个奖牌也是圆的。说把两条线。是啥嘛？就是奖牌，就是说那个武大靖获得平那个平昌冠军。对。嗯，那就是圆的，是不是？你干啥呀？我全是天气。是全晴有太阳是吗？对，他给了我六七个地名。都是圆的，你要看这天气是不是有太阳，那都是圆的。都是圆的。什么什么呀？这是火药雕刻，是雕刻火药。提到数字了吗？我没有提到具体数字，但他说就是圆是代表了生命，代表了循环，因为它的起点也是终点，可以连在一起，所以我估计就是跟觉得还蛮有可能是刚才那个金冠，因为它很薄，又是圆的，又是金子。我这个是，我这是是。武大靖写的500斤，对，就是我写的500斤，短道平昌运动会，我们俩看的是一样的。火药雕刻，天气，然后乌鸦。乌鸦，小字儿。自己听，有没有麦克风？这个可以收得到，你小点声就行。其实它一个视频就一个像信息点，一个信息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具象的了。我觉得它每一个视频应该形容的是一个特征。嗯，对。他在偷听，我们过来。是。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寻找这件文物的规则。等一下，在我们陈列馆的2000件文物当中，每一件文物边上都有一句对应的古诗句，但只有一句是与古蜀国有关的。找到它并来到负一楼和我进行验证，验证成功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腾道具。诗句。好的，我先来验证一下。长白山蓝莓产地直采，对吗？对，这一期录完了，结束了吗？这么快，新品啊！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出发。好的。先看看每个地方有些什么。一共有5个展厅，哦，我看看啊，我感觉我们那个得在这儿吧。哎，我觉得有一个很像，去四馆肯定是那个。
这个不就是这个吗？瞧瞧吧。是不是很像？走。很精准。我们这个证据指向的是有木有金有水，然后还有天气，所以它可能是金木水火土，有没有可能？等等，你来，我们已经找到了。我觉得大概率往五行上找一找。金木水火土，五大金。什么东西？他们都出发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出发了。啊，走，都往金那儿找。走。楼上可以去吗？不是，那在这儿去，这边也可以去。不是，人家写的金是在23、34，那是一。他居然真的是我们四个里面最聪明的。天地不绝，先进去看。同立人，这也有诗句，你看。烹羊宰牛遣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感觉还是得是金的吧，是不是？找金吧，还是？这应该很多件，他可能只要一件，找一件，然后记住他的诗去印证。冰符，我觉得证明这一件文物应该是个五行的东西吧。哎，这个应该是，他刚刚不是说那个诗是跟属地相关，这一句应该是跟属地相关的吧。湖水巴山江以多，巴人能唱本乡歌。而且是金器，哇！会是这句吗？不可能这么简单！我是好久没回来了，是不是？对啊，有点慌。不可能这么简单。便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不太像。哎，姐，我看了那个不像。渔阳。阳，然后呢？太阳。嗯。鱼。鱼什么鱼？鱼。谁的哪个线索？没有鱼啊。乌鸦跟鱼没有点关系吗？你是乌鸦喝水，哪来的鱼？乌鸦不是鱼吗？喝水那是。直接去四，走。为什么没有可能是他呢？他活得很长，跟水又有关系。然后很多人甲骨文什么的会雕刻在龟壳上。然后跟很多祭祀也会，然后跟水又有关系。然后生命又很长。那就是试一次吧。你把这个拿笔把这个记一下。第四展厅在哪里？四展厅吧，这边左左转。好。漂亮，谢谢啊。出口对面，哎，对，第四展厅在这边。说了三展厅，出口对面应该就是这个。对，啊，这不这儿吗？怎么跟得这么紧呢？你谁跟谁？跟谁呀？不知道。就他了。就他了。哎，这。肯定是那个太阳神鸟，肯定太阳金的圆的，乌鸦喝水鸟，对啊，哪有诗啊，我咋没看见？哎，这哎别，哎，就是这个，你看他们不让我看，你看看，真的有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他去了，这可以撕了吗？可以。走，哎，这可以撕了吗？可以。什么？你这是去了？
咱们是两个队，两个队咱们成功了，他们就那个队就完了。咱们现在走，两个队一起了，咱一起走，怎么？咱两个队走，咱从这儿走，这快到。到了。我们一起找的，两个队得一组一组验吧。谁先来？我们先来。我们嘛，好，让他们先扎个等着。他们有可能错了，说不定那就是咱的。等一会儿我打开得开一会儿吧。别笑，你说背下来，他俩背。咱从吉鱼组开始，我们从吉鱼组开始，我们了吗？好，说吧啊。不是，你这个时候就不用背着我们说了。对，那不用，你一个人不用背着我说。对，你来了，说吧。忘了。读点书，平时。哎呀，我听得到。蝉从此。还有一句。开过禾茂人啊。正确。OK 了，哥，这回行了，哥，还有一组呢。劝君今夜须沉醉。错误。哦，那就是他们那个是对，那他们的纸呢？都搁他那儿了。给我呀！快点！啥呀？小鬼鬼来呢！你们已经成功了，给我们看。你俩这样，你们两组 PK 一下。什么玩意儿 PK 呀？哎呀！你都成功了，你咋还不考虑一下别人呢？掏出来没？你都成功了，背下来，告诉他，咱就成功了。蝉从吉鱼湖，开国禾茂盏。恭喜，回答正确。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吧，两组嘛，有军了。所有同仁八号满地，请所有同仁到空乘。我们还没发挥呢，就结束了。恭喜有两队的成员找到了文物，分别是 Baby 沙溢、苏醒和武大靖这一队，以及凯哥、韩庚、白鹿和雨琦的这一队。刚才大家寻找到的这件文物，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阳神鸟金饰。哦，这件太阳神鸟的文物在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的地上。和头顶都是这件文物的造型。哦，啊，太阳神鸟金饰重20克，含金量高达94.2%，厚度仅为0.2毫米，展现了3000年前古蜀人的精湛技艺。刚才大家视频里看到的武大靖夺冠的视频，对应的就是黄金这件事情，然后徐丽萍0.2毫米的火药切割精度，就对应着太阳神鸟这件文物的厚度。嗯，跟大家解释一下太阳神鸟这件文物的含义，因为有一些成员还没有看到。它的周围有四只像鸟一样的造型，代表的就是神鸟，在古代叫它金乌。所以对应的那一条乌鸦喝水的视频，其实代表的就是它周围的这四只神鸟，然后中间延伸开来的造型代表的是太阳，那条天气预报里全是大晴天大太阳，所以对应的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造型。哦，难不倒，太简单了，是真机智，我们太聪明。这些东西你们都想到了吗？啊，都想到了。你觉得他们能想得到吗？早就想到了，要不然不会奔那儿去。你就看回放吧，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么猜的？我们看完视频就想到猜到了。好，我们认了，没事。古人认为只有鸟能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太阳没有像鸟一样的翅膀，也能够东升西落。古人就联想到太阳的运动可能是靠鸟的飞行来完成的。哦，这想法很好哎！太阳每天由金乌轮流背负，从东方的扶桑飞往西方的若木，才形成了太阳的东升西落。这是古人对宇宙的一些初步的认知。
所以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些造型的设计。古蜀人制作太阳神鸟金饰，彰显了他们对于生命与能量的追求。而刚才大家找到的这句诗句当中提到的蚕丛和鱼凫，就是古蜀国历史上的两位帝王。而如今太阳神鸟不仅是博物馆中的文物，也是有温度的城市符号。成都将太阳神鸟刻进了城市的 DNA 之中，并选择它作为了成都的市标。像在公园、广场、地铁、立交桥、高楼大厦之间都能看到太阳神鸟的踪迹。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城市里的太阳神鸟踪迹进行一场城市追击战。妈呀，这么大的地方，整个城市。刚才找到太阳神鸟这件文物的两队，你们就是今天的神鸟队。没有找到这件文物的那一队就是追击队。我们要追他们。哦，你追我们。啊，追我们。他们追我们。对。好累啊，难怪这么简单，原来找到的是被追的。对，那到底是追的累还是跑的累呢？跑的累吧，肯定跑的累吧。他们累，他们不知道咱在哪儿，咱找一麻将馆一打。打麻将有机碰合适合适。可以出成都吧？可以，可以回北京。神鸟队的各位成员就是要躲避追捕，最终神鸟队的八位当中只要有一位能够点亮你们手中的这个图腾道具，神鸟队的成员就获胜。追击队成员的任务就是要将神鸟队的所有成员全部抓住才可以获得胜利。全部抓住？我们四个要抓八个人，每个人抓两个人。我车都叫好了，一会儿一会儿叫车我就跑。哇，太可怕了吧。整个城市去追，真的整个城市，城市追击战。我们要最快速度完成这个任务，见到旅程什么不管就跑。特务会逮人计划收网行动来了，跑跑走，跑坐车跑，快走，他来了。他们太快了，跑不了跑不了。我的车完了，这跑不动了。跑不动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跑男。慢跑吧。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联合独播平台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 Z 世界观看。四月十六日21:10，欧派2023向美好奔赴闪耀歌会暨无忧之夜年度盛典，敬请准时收看。